小人之举，今天是要杀他解恨。我发卷上，我想冒险，他跑不了。那便是麻痹恶龙的元精气吧？暂时能开到，这是元精石。 竟然再追三个骷髅，自顾不暇，应该不会对我出手吧？
畜生对我有敌意，难道是因为这块灵晶？速度快，得找机会限制他的行动。原来那骷髅是在利用我猎杀蛮兽夺取晶石。好古怪的三个家伙，不但灵智非凡，还颇有手段，还是少招惹为妙。你们跟着我，想干什么？你是说，不要让我过去，里面有危险。之前被那混蛋伪造的痕迹带偏了方向，浪费了半天时间，只怕那混蛋早已逃远了。前方沼泽深处，据说藏着个极其恐怖的不死之王。殿下，我们还要追吗？越是凶险之地，越易于藏身。我相信萧晨肯定是躲到这一带，还请古兄继续帮我把他找出来。殿下不必客气，我乐意效劳。如若殿下所料不差，我派出的那些耳目应该很快就会有所发现。来了。
那混蛋就在这附近。若是遇到的野兽不是那么棘手，我倒是可以帮你们，但你们相应的也要帮我做事。这些晶石送给你们吧，对我现在也没什么用处。对了，既然结伴同行，我给你们取个称呼吧，也方便日后相处。你们是不死生灵，倒是与人间传说里的十殿阎罗有些相似。要不你就叫阎罗王，你叫秦广王，你就叫轮回王。怎么了？有人朝这边过来，难道是他们？阎罗王，刚才你引那蛮兽攻击我，是不是该还个人情？竟然没在藤林找到他，还是晚了一步。看来这小子应该还在附近，走。是。切，哪来的狗爪子，吓老子一跳。眼瞎，是小的眼瞎，请少爷息怒。什么情况？小心点，被逮捕！动手！不死生灵。有刺客，快保护少爷！先解除磁疗，断了他封脖子的地方，再找他算账。拦住他！保护少爷！哪来的血？给本宫退开！混蛋，竟敢联手不死生灵暗算本少爷，少爷定要我们痛不欲生。生命之光永照我身。之前我倒是小瞧你了，现在让你看看我真正的手段。
化八阙，彻底冰寒。这卷轴变化多端，都小心点。手就擒，你再挣扎也是无济于事。痴心妄想，你根本就不是本少爷的对手。想死没那么容易，你们是真的敢死。这么久就在此地，死个了断吧。
不好，他们被师丈附体了。阎罗王，你在这儿。此地不宜久留。我还未回归九州，怎会败在你们这些人手中？你以为我会让你逃掉吗？